个是放电加工机，它加工的时候底部会有一些油泥哦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就是把它抽进去，一抽一回，然后把你的油泥全部都吸进来的时候，到上方这边开始满的时候，你把它打开做泄压，让它把水分给它做泄掉动作。那因为它这个加工的时候，它属于油泥比较细，所以它还是含一点水分，没有达到完全的干燥，但是比你用手来捞还要干了。第一道过滤完之后，把第二道打开，让它做干燥动作。干燥时间越久，它里面的水分就越干。干燥完了，打开。它这里还有含一点点的水分，不过它里面大部分的话都是油泥了。我们直接把上面的水分先做倒数的动作。在这里。它现在里面全部都是油泥了嘛？这些再把它倒过来，这一桶很明显，它这个全部都是泥巴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开第二道过滤，也是一样，它这个上面会有一点水分，把它倒掉。倒掉第二道过滤之后，它这边的泥就会比较再稀一点了，倒过来。这样子 ，OK。